好，大家好，我陈 A， 又到了每一页的时候了。对的，就是我就是扁桃腺发炎，所以可能就是声音会听很不清楚。对，然后我的好朋友龙霸天小姐，她介绍我要喝甘蔗汁加柠檬，可以退火。我没有柠檬，只有维他命 C 发泡顶，对，所以医生叫我要吃冰的，所以我买了冰的甘蔗汁。我把维他命 C 发泡锭加到甘蔗汁里面。等一下就可以知道吃起来是什么味道。然后我有另外一个认识很久的朋友赖小姐，她是我第二任男朋友沈先生的表姐。对，她告诉我说要喝沙士加盐巴，于是我有杰森哥给我们的加盐沙士。对，所以就是我今天就要沉浸在这两样饮品之间，希望我可以赶快好。甘蔗汁上面都是泡泡了，应该已经还没发泡完。然后既然要等他，这个是在大龙街的一间叫做老菜水煎包，还不错吃。就是大家如果有到捷运圆山站，就是花博或者是孔庙这一个区域的时候，就可以就是去买老菜水煎包，还不难吃。对，在大龙街一颗的话是13块。这一瓶甘蔗汁要110块，没有再便宜。对，好，他应该发泡好了，我现在要立刻来喝。蛮好喝的，赞。以上结束，拜。